声声下下士，是来监管你们的，开团。미니언생성까지谢谢吃毛球，谢谢蓝莲汉，孙悟空蓝莲汉。嗯，有迷灯还是逃婆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露露上单啊！妈耶！潘森辅助啊，哎呦，这波打的多呀，布甲两红，还有这种出装方式的吗？其实我打上路好一点，上路比较好混血球，你知道吧？这插个眼儿的。哎呀，整的我贼乱，真的。我吃，我喝着，我买了一个那个，买了一个这个我感觉一般。我们不是喝过吗？我给你喝的好像是。我不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你不是请我喝的吧？我是请你喝的。我真的没喝过。哦，没喝过可乐啊，我以为鸡尾酒呢。你肯定是请别人喝了吧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没喝过，好喝，好喝。是不是冰一点会更好？还行吧，还行吧。我真没喝过这百事可乐，这个桂花味的跟那个鸡尾酒的那个，哎呦我靠你，我扎他，跟那鸡尾酒包装差不多。我不去了，你俩去吧，我这兵线没法去了，兄弟。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，一张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兄弟们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别进塔，求你了，老弟，大哥，爸爸，别，行，没事，漏了个炮车无所谓，有炮车就行，有炮车就能顶住。我刚才必须得回家，我不回家的话我都没有药跟他拼了，一会儿。我知道寡妇可能会在我旁边啊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这阿卡丽玩的好干巴呀，这。玩的太干巴了这人。
不会想闪现 Q 我吧？妈呀！啊哈！妈呀！呜！啊！别！我不行了！我不回家。哎，别抓我！这不行啊！这个时候眼儿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插一手眼儿，这波一个针眼救命了。应该让露露跟着阿卡丽对线的，我要上去跟杰斯打，现在杰斯都零杠三了。我其实带不带魔抗无所谓，我都基本上我打这种分段，我让他们这个五点八点的护甲魔抗，这都无所谓。我只要带了，我就有用。那杰斯也不是没有魔法伤害。来也没事啊，还是得提亚马特，没有提亚马特的猴啊，清线太慢了。回家了，中路上线快，爸爸嘎，三速海，俺们家这把的伤害确实是有点低。上单混着，打野是个加血的，我这把吧没有发挥出来我跟这个包女的协作能力，我感觉我得跟她联动联动。刚打完啊，来，下路走一走。我想杀到阿卡丽，估计是不可能了。这玩意儿又有意又有烟儿的，完了还出的是护臂。基本上是杀不了，我也不往上上去，我跟他耗血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没有意义。而且他旁边可能还有可能有寡妇，你知道吗？这寡妇的 F 六我就没见过 ，F 六都哪去了呢？死了，哎呀，寡妇来挺快呀，不交大了，这波交大浪费。寡妇来这么快吗？刚才可下路呢。
还跳呢，你是不知道跳啥呢，一个纯子是臭混子还搁那跳呢。我看你这把怎么塞，嗯，不用你跳，慢慢跳。Nice， 打寡妇这种英雄啊，我们的眼儿就需要放到他们家的野区里边，哎，扫一下看有没有真眼儿，没有，没有就算。我就刷个 F6， 你玩吧。这把就跟他 farm 等团战吧。我都想出黑切了，我都。我跟他打，我都想出黑切。我都不想出三项了，我都累得慌。寡妇也不好杀呀，兄弟。死了没事。他不敢上，炸死他。这都没死啊，谁的点盐刚才？我的点盐吧，哎呦我的点盐，我的点盐放的好啊，赶紧吃他两层塔皮，还能来一层了不？一层是极限了。我闪了，闪也没有用了，他们家人来的有点多。哎呀，小龙没了，这波包女儿要是帮我把线推了就好了，应该帮我把线推了的，他不推对面肯定来人。不是贪，这波线必须得吃，你知道吧，并不是说贪。没有人可以经得住这波的诱惑，我决定出黑切这把。没有人 ，No people。咱俩这。杀他稍微是有点费劲，我就上不了了。这他干啥呀？他啥意思？快点回去吧，这玩意儿就别干咳了。这下路不错，咱们也不支援。我这波不太敢。这他妈怎么还能有个泰国给我打电话的呢？泰国电话，我不接了，啊，也可以接。卡萨米达，啊，不对，萨瓦迪卡，
萨瓦迪卡，还能给我整泰国电话，佛了。刚才给他整了个韩语出来，发现不对劲儿。拿了吧，拿也拿，我去上路收波兵。不行，这上路不让收。上路这波兵收了就死，没法收，不收了。这波兵得等他们推过来，我们再吃。收兵必死。如果杰斯敢推塔，说明寡妇在旁边；杰斯不敢推塔，说明寡妇现在已经去下路了。去下半段野区刷野去了，明白吧？给他打个信号，告诉他。想来一炮，我现在越塔杀你，我都随便杀。你还真就别嚣张，兄弟，就你这个破装备出的。真不是我吹牛逼，我越塔杀你我都随便杀。我出的什么老破玩意儿了？路都死了，说明上路没人，推。你。你好毒啊，你怎么会在上路呢？刚才露露是自己死的吗？他是被单杀的吗？他不是跟寡妇一起杀的吗？快点来，这三条龙不能给了。露露这波亏了，没事，亏亏吧，他这么个混着英雄，亏不亏就这么回事了，无所谓的。来打团战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可以打，可以打。瞬间爆炸。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。哎，你这飞得太近了，没事，能杀。大龙吧，大龙，大龙，我这开起来对面就爆炸，瞬间爆炸。他们家全都是单秒英雄，几乎是没有打团的英雄，开起来就拿下。哎，这正常应该一路加上一条大龙。下路收波兵，这把不三项了，这把三项也打不动人啊。
你这你瞅着，你瞅着，还有个扇子吗？我出三项进去，你一秒就没人，直接一秒没。发育不好，也不用我担待这把。开了一波团灭，居然战绩是433。哎呀！这硬抓呀，这硬抓我呀！追踪啊！寡妇阿卡丽没大。那露露有踢拆打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上高地，这波必须得上高地。下路，哇，这一口奶，我天哪！不要越塔。咋那么装备呢？这人，你好使啊！我不回家补满状态呀、啊？啊？寡妇没有大了，还能有什么用？要秒我！天！俺们家有个露露，有个包女儿，你要秒我吗？投降了吧，三票同意，零票反对，投降了。这队友真不行，哎，老得让我带，哎呀，我这是好累。队友是真不太行，不咋地，不太行，不行，不行啊。